的团员，我们的 keyboard 手吕诺，我们的 sax 风手玉兴，我们的鼓手 Sam， 然后我们的 bass 手大树。现在是怎样？为什么大树的声音这么大声呢？啊，有自备粉丝团就对了。然后我们的 lead guitar 小李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，其实是我跟 Jason 以前还是一个团体叫做铁竹堂的时候，跟我们那个时候的师姐 Lindy 一起合唱的歌，叫做《能不能》。非常特别，重新改编之后，我们来听听新版本《能不能》。送给在场所有单身的朋友，来点尖叫声好吗？谢谢你，这首歌送给你们，跟我一样。你们尖叫声在哪里啊？